Alo, live hiểu xem nào. À, l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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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ại, yêu nhân sinh lại là mi ô. Vậy nên có một trọng đại của hào tin sẽ cho tất cả tuyên bố đấy. À, cái hào tin sẽ là chúng ta Be International sẽ long trọng công bố chúng ta sản phẩm mới rồi, cái sản phẩm mới. Thực ra live là không đấy. Oh, 很好，打一个电话在这边有看一下大家的反应哦，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兴奋，第一手的好消息，第一手的好消息，现在就要和大家公布，Be International 即将在五月七号，即将在五月七号和我们的这个全世界的 IBO，全世界的 IBO pre-launch、soft launch，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 Zengoso 播啦，这个 Zengoso 呢，是不是大家很期待呢？因为很多时候啊，不是，从3月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在问你的 Zengoso 去了哪里，我们很需要这个 Zengoso 啊，很多人都在讲，所以呢，Be International 的 founder 和 Be International 呢，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在这个 Zengoso 哦。一开始下架的时候，其实很早以前，整个 BE 就在为我们策划着了这个 BE International 在这一波的时候会为我们准备的这个 Zengoso 波啦。OK，所以话不多说，我现在就来。哎，嗨，大家好！所以我现在开始呢，就要和大家分享到底刚刚我们在这个开会了过后的第一手的好消息，这个 Zengoso 波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如果你曾经吃过我们的喂嗨 TY 哇，等一下我们 TY 又做 live，所以呢，曾经如果你吃 Zengoso 吃得很好的话，然后你改善了你的健康的话，我告诉你这个 Zengoso 一定哦，不可以错过。还有就是哦，你看到这个 live 的时候呢，你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live link 现在 send 给你朋友，告诉你的朋友进来看。到底我们的这个 Zengoso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的呢？非常非常棒。OK，好，来，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个 Zengoso Ball。OK，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我的 slide 没有在这边，等一下我的助理很快的就会为我去准备这个 slide，所以不用担心。今天记得吗？我们的 Zengoso 是拥有，我们的 Zengoso 是拥有呢。70多种的这个日本的植物精华，可是今天我们的 Zengoso 没有哦，对对，啊，所以我们的 Zengoso 呢，拥有多少种呢？拥有98种啊，各位，98种，而且这98种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世界两端的两个不同气候的国家。而这两个不同的气候的国家是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日本，还有我们的这个巴西的这两个国家啊。所以呢，我的助理哇，我告诉你，我的助理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棒啊。他结合了什么呢？看，大家可在这边可以看到，结合了98种，融合了8个春夏秋冬的这个能量和精华。啊，所以大家不容错过啊。然后呢，这里有5个很重要的特点，这5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这5个重要特点呢，当然有一个就是我们的8年发酵，还有我们这个超小的活性分子，还有这个日本的传统技术。啊，OK，所以大家是不是很心急？当然啦，有很多人问有没有临床实验，有没有这个安全性的？我告诉大家，肯定是有，还包括什么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很严格包装、很严格的这个 GMP 的认证，还有我们第一次想要为全世界的人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酵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得到哈拉认证的酵素，
恭喜大家，恭喜 B， 而且是适合全部的素食者，全素的素食者所服用的。OK， 一是全素食者，全素食者都适合的。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这98种的精选的植物精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啊，这。刚才告诉大家这个巴西和日本为什么要选择巴西和日本呢？因为今天这个巴西呢拥有的是什么呢？拥有的是热带雨林的这个气候。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气候呢、常年在于这个19度到 30度的这个温度。然后在这个温度底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哦，在这个巴西的这个山上哦流下来的这个山水泉水，在这个山水、哦、有着2000多米的这个岩石，经过这个岩石的这个冲流下来的时候，它已经将所有的水过滤，所以流下来的是最纯净的水，不单只是最纯净的水，而且那个矿物质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代表什么？它是用这个水来灌溉给所有的这个植物。然后在日本还很特别的是什么？日本常年的气候就在于我们的 零下 -2度到30度。然后这个气候呢配搭什么？配搭因为日本在于这个火山区，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熔岩，这个很多的熔岩出来的时候呢，这个 lava 可以让到我们的泥土非常的肥沃。配合大家都知道日本其实是一个受污染程度很少的国家，所以在这边灌溉出来的四季的这个植物呢非常非常的肥沃和有营养。然后配合什么呢？就是配合巴西和日本这两个精选的植物进行组合配搭、啊、进行组合配搭，让我们的整个 Sangoso Bowl 里面的这个、ingredient、啊、这个成分呢、啊达到很高兴的这个植物精华，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你看到我一面讲，其实我一面都在流汗了。那个我哇，我跟你讲，我内在是很通通的，然后我的新陈代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结合了过去啊，我们的这个酵素只能够包含了这个日本，当然日本的酵素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加了这个巴西的热带植物和日本的这个四季植物之后呢，真的是完整啊，整个世界拥有的这个气候呢都包含在里面，所有的植物精华都已经在里面了。 OK， 所以非常棒。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要看的就是我的 slide， 然后这个 slide 有一点点慢，希望大家可以谅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拥有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拥有我们的这一个啊，其实这个 slide 里面会告诉大家一些这个植物的这个成分，不过不要紧、第二个就是记得吗？外面告诉你我们的酵素很好， OK， 我肯定认同植物非常这个酵素是非常好的。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酵素不是3个月发酵，不是6个月发酵，不是3年，不是5年的发酵，总共是8年的发酵啊，各位，8年啊。在外面哦，其实相信我们都知道，曾几何时我们这个5年的发酵哦，其实 Sangoso 5年的发酵已经是非常棒了。可是因为我们用了独特的日本独特却很传统的这个科技哦，从1979年哦开始沿用到今天，从1979年开始沿用到今天的哦，这个日本很独特很传统的这个科技呢，它可以让到我们去到8年的发酵，这样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哦、这个的成分、啊、这个的分子、哦、是更加更加的小的，要吸收进去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的。那有些人就开始问，那为什么要做成 Sangoso Bowl 呢？为什么要做成 Sangoso Bowl？ 就是因为今天、哦、我们可以放在口里面，一放进口里面口水就开始出来，口水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口水也有酵素，
口水的酵素呢就能开始融化，我们就开始能够从口里面都可以吸收，而开始我们去咀嚼的时候呢 chew 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刺激我们整个肠胃的蠕动，然后刺激我们肠胃蠕动，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的酵素的分泌，同时间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这个血液循环，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是今天这个 Zencosobo 呢可以让到我们很容易的去带着去每一个国家，去每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我们的酵素呢，任何一个酵素都好，都是液态状的，那液态状要携带其实的确有一点挑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液态状的这个酵素呢可以把它融成一粒球啊，所以你去到哪里都没有问题了，携带非常方便，而且对我们对我们吃的时候呢，如果咀嚼的话呢，带出更多更多的好处啊。OK， 然后刚才所讲的这个它的分子非常小，所以里面的辅因子和辅酵素，那个英文叫什么呢 ？Coenzyme and cofactor 呢，刺激我们身体的酵素去更加活性的。去更加活性的去叫醒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酵素，去开始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啊！所以呢，刚才哦，我告诉大家，实在是听到有太多太多这个很好很好的见证，有包括什么呢？有包括的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哦，我想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刚才没有办法收到大家这个 slide、哦、其实里面呢、啊，我们这个食物这个植物的配搭是从这个巴西和日本，所以里面呢有多少种？38种的果实，17种的这个蔬菜，20种的谷类，还有11种的草本植物，还有12种的这个其他原料。然后发酵呢用什么？用日本这个长寿岛啊，冲绳岛的这个黑砂糖，非常低的这个升糖指数，而且那在这个岛上面呢、啊、这个日本的冲绳岛上面呢、啊、这个都被称为做最长命最长寿的一个岛。为什么？因为他们长期有用着这个日本的这个黑冲绳岛的这个黑砂糖去发酵整个所有98种的这个精选的植物，然后里面当然我很多很好的这个成分，那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还包括了我们一路以来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的这个巴西蘑菇。所以、哦、我告诉大家，这里、哦、种种已涵盖了我们能够提升我们整个人的新陈代谢的非常重要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呢，很多人刚才我就讲了，很多人开始其实已经服用了我们的这个 Zencosobo， 包括我自己本身，因为有幸的去尝试到，刚好那时候小弟本身呢，其实那时候刚好是食物中毒，吃错东西。那吃错东西，大家会觉得怎样？大家会觉得哇，就是那个绞肚子啊，又泻又呕啊，然后胃胀风。非常严重的这个胃胀风，然后呢胃胀风到什么，感觉到整个胃都抽筋了，感觉到整个胃抽筋。然后那时候真的有幸啊，因为有机会尝试到我们的这个 Zencosobo， 我有幸尝试到这个 Zencosobo、哦、当我开始吃了3次以后，就是每隔两个小时我就吃一次，就只是吃了3次以后，基本上我的风慢慢的一直消，然后我也停止泻了，我也停止呕吐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夸张，因为、哦、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我之前也是有食物中毒，同样的、哦、那时候还没有机会接触到整个说不、哦、我在因为我们常常 travel 嘛，所以、哦、那时候在也是在外地。在外地的时候食物中毒，结果发生什么事，我一共、哦、是用了它大概3天的时间，又呕又泻，然后又胃胀风，基本上我去了 clinic 打针吃药，在3天里面都没有办法恢复，到第4天才逐渐慢慢的恢复。而这一次同样的感觉，同样的事件在发生的时候，竟然我可以吃3次的 Zencosobo，
每两个小时一次，一天里面三次，基本上就完完全全没有在这个感觉，就在一天里面完全恢复了，实在是太棒了啊！如果大家在想 Zengosobo 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那 Zengosobo 的样子其实是这样的，看到吗？啊，它就是一颗这样子，看好哦，这一粒里面呢就有98种从巴西和日本精选的这个植物的精华都在里面啊。OK， 所以呢，告诉大家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我们刚刚听到很好的这个见证，就是有一个我的组员哦，在 JB 的，他曾经他的因为工作的压力啦、饮食不当啦、照顾不当啦，所以他的这个 ASM 哦，基本上他的血糖其实已经去到20多点，在他没有照顾的情况底下。他血糖去到20多点呢，但是他有没有吃药？有，但是因为吃药的一些反应他承受不了，所以他也没有吃药了。所以索性在接触这个 Zengosobo 的时候，单单只是在一个月的情况底下，单单只是在服用一个月的情况底下，从20多点哦，他的这个血糖指数，空腹的血糖指数已经去到10点多。然后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再继续服用我们的这个 Zengosobo， 它的这个升糖指数而血糖指数已经下到回8点多。哇，它其实这个血糖的问题已经导致到它手脚麻痹，然后消化不良，常常胃胀风，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排泄也开始出现一些便秘的问题。所以单单在服用 Zengosobo 两个月的情况底下，其实已经开始这些问题逐渐逐渐的开始不见了，开始在改善它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所以真的是一个大好消息。当然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有我们刚才有听到的另外一些领袖的分享，就是过去的两胎的这个怀孕过去的两胎的怀孕呢，都发觉到什么？都发觉到很严重的这个，因为本身的家族有血糖问题的出现，所以呢，他过去的两胎很容易会有血糖高的问题，然后同时间会很容易的发胖哦，只是每一个月都是至少一两个公斤一直在上，从来就没有很好的把这个体重管理得很好。然后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那个血糖，刚才讲血糖啊、体重啊都一直在上升，还包括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水肿的问题。怎么想都想不到，在这一次因为服用了我们 Zengosobo， 在第三胎竟然已经去到5个多月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水肿的问题，不要紧，那个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在这个 baby 在妈咪的这个腹中一直在长大的时候，体重竟然维持得这么好，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啊。所以还包括什么呢？还有包括刚才我听到他讲有一个很好的是什么呢？情绪，第一胎和第二胎情绪都非常的波动的非常大，可是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竟然在这一次他在服用 Zengosobo 的时候，竟然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每一天那个情绪都没有怎样的波动。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 Zengosobo 实在是太棒了啊！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刚听到一个我们的服用者Zengosobo 他常年非常多的有这个胃酸倒流很严重，一直会打嗝，然后一直会有这个 burning sensation 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有这个 Zengosobo， 他开始在服用 Zengosobo 的时候，就发觉到从每个礼拜每一天都会发生打嗝，到变成一个礼拜，到变成两个礼拜，到现在差不多整个月了，他已经没有再发觉自己有这个打嗝啊，那个胃酸倒流这么严重的情况在出现。所以哇，我在听到的时候，这个 Zengosobo 到底可以帮助多少人呢？真的是可以帮助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告诉大家，现在不要哦，因为这个 Zengosobo 这个服用者在吃了 Zengosobo， 除了没有胃酸倒流，还有两个很好的帮助，就是皮肤越来越漂亮。因为过去有这个鱼鳞癣症的这个病状，
竟然皮肤的状况越来越好，不要紧，而且还有什么呢？而且、哦、就连体重也减少2公斤，哇！只是在一短短一个多月的服用这个鲜口肉包的情况底下，就有这么棒的见证，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在想，这么多很好的见证，包括小弟自己本身、哦、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肯定在这个时候大家不容错过，一定要去了解这个 Zencoso Ball。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必须要找我们这些 BE 的家人。如果今天你要找小弟本身也没有问题，所以呢赶快的去找这些 BE 的家人们为你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为你详细的讲解到底今天 Zencoso Ball 是什么。而且我们将会在5月7号下午的1:30的时候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 soft launch。 我们的这个 soft launch 呢，就会有特别的这个配套。那至于什么特别的配套呢，请大家来 PM 我们吧，来告诉我们你要知道的东西，我们都会为你详细的一一解释。OK， 所以你看到吗？我的汗已经是哇流到全身了。告诉你们，就是服用了 Zencoso Ball， 所以的新陈代谢非常好啊。OK， 所以呢，今天我相信我的分享也到了这里，所以大家记得把更多的这个 Zencoso Ball 的好处去告诉全世界人，让到每一个人每一天，虽然是在这个 MCO 期间，虽然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底下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新陈代谢管理好，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家里的大人小孩另外一半都照顾得健健康康的。 OK， 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想知道更多的话，请来 PM 我们。谢谢大家，拜拜。